欢迎各位前来观看 SNH48 Team H2 头号新闻公演。在观看演出的同时，请注意以下事项：一，请各位观众听从工作人员指示，凭票依次入场，对号入座；二，请勿携带分发未经剧场授权准许的横幅、标语、旗帜、条幅等，或超过50×50厘米易遮挡他人观看演出的物品，以及未经剧场授权准许的应援荧光棒和超过6寸以上的化学荧光棒等。三，请勿对演出内容进行摄影、摄像、录音等行为，请将您的手机等电子设备调至静音状态。四，请勿在场内投掷物品，场内严禁吸烟、踩踏座椅，不得翻越隔离措施。在观看演出期间，请勿干扰演出正常进行。五，如在场内发现违禁物品或违规行为，现场保安及工作人员有权将其没收，并请有违规行为的观众立即离场。以上，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请大家耐心等待。欢迎各位前来观看 SNH48 Team H2 头号新闻公演。在观看演出的同时，请注意以下事项：一，请各位观众听从工作人员指示，凭票依次入场，对号入座；二，请勿携带分发未经剧场授权准许的横幅、标语、旗帜、条幅等超过50×50厘米易遮挡他人观看演出的物品，以及未经剧场授权荧光棒和超过6寸以上的化学荧光棒等；三，请勿对演出内容进行摄影、摄像、录音等行为，请将您的手机及电子设备调至静音状态；四，请勿在场内投掷物品，场内严禁吸烟、踩踏座椅，不得翻越隔离措施。在观看演出期间，请勿干扰演出正常进行。五，如在场内发现违禁物品或违规行为，现场保安及工作人员有权将其没收，并有权请有违规行为的观众立即离场。以上，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请耐心等待。我是 SNH48 Team H2 的戚雨珠。
大家好，我们是 SH48 Team H2。 太快了太快了，五六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SH48 Team H2。 今天我们的话题是说说你这辈子绝对不可能做的事情是什么？喵。那个，大家好，我是 SH48 Team H2 杨慧婷，谢谢大家看我们今天的公演。耶！杨慧婷，谢谢。杨慧婷，谢谢。然后，谢谢。然后呢？好呀。杨慧婷。嗯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然后什么话题来着？这辈子绝对不可能做的事情。这辈子绝对不可能做的事情。是的，这种就是真相警告好吗？我之前说我这辈子都不可能跳蚊帐，结果我跳了三次。这是我想说的 MC， 我现在没话讲了。啊，是吗？没事没事，你还跟当我没有讲过。我们来听宋雨珊讲吧。没有。 yeah. 对，就是刚刚，对，我以为哦，等一下，我自我介绍。不管晴天雨天都要带上雨伞哦。大家好，我是 SH48 Team H2 的宋雨珊，谢谢。耶！宋雨珊，谢谢。宋雨珊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宋雨珊，谢谢。我刚是不是打断你了？没事，没关系，反正我也打算在那结束。突然意识到，对，我现在觉得我这辈子不会做的事情就是跳皇家文章。对，我不知道各位粉丝对这首歌执念在哪儿，就非要大家都跳。小裙子吗？那个是大裙子。对，就是这样，谢谢。Yeah. 大家好，我是 SH48 Team H2， 掌声一下家。耶！告诉你，谢谢。中国人民不容易，请家也要来看你，把你一生守护你，你不答应和你。谢谢。张宗宇，谢谢，谢谢啊。对，我正想说这个呢，就是我现在在家里赶25张素描作业，还有我们是4号开学，不对，我们是3号报到，也就是3号那天交作业，就是还有3天我要赶25张素描，一张素描花4个小时，真的花4个小时，所以25乘以4等于多少？100，所以我要花100个小时完成我素描作业，就很惨。然后，可以吗？没有，最主要是因为既然 MC 话题跟这个 MC 话题有关，因为我小时候的时候，我妈妈让我学素描嘛，然后我就故意那天睡着，我就跟我妈说，我蒋荣婷这辈子不会学素描，你放弃吧。然后我长大之后，我跟我同学说，我蒋荣婷这辈子不会看抖音的。然后昨天跟王毅唱 I Love Poland 唱了一天，你们听过这首歌吗？没有。那我唱一遍，王毅。在那边。王毅，你男的还是女的？你。不。不，蒋诗婷，你还是当，我还是当女的吧。不行，我想当女的。不行，我们刚刚在后台说好的呢，蒋诗婷。好吧，可是我想当女的。我让我当女的吗？让我当女的吗？那你教我第一句怎么说？我不记得了。I love Poland。好 ，I love Poland。没有，唱错了，就是 I love Poland。I love Poland。Poland。继续啊。什么？然后你不行，七七给我搭档。啊？你唱男的，我唱女的。I love Poland。Poland。Poland。Why？I love Poland. I had a dream. 好传神啊！经历了。我还有，对啊，好像啊，对啊，是很像。然后我还要跟大家安利一首。一说到这个，我要跟大家安利一首，有一首歌，我
跟很多人安利过，嘴巴嘟嘟，我来推荐给大家。那你唱这首歌要把话筒拿开哦。你说嘴巴嘟嘟，侧面唱，嘟嘟嘟嘟嘟，嘟一下你就会回来。你说嘴巴嘟嘟，嘟嘟嘟嘟嘟，嘟那个袁一琪，春天的花儿就会开。小二胡，我不敢相信我居然听完了。今天我就想安利大家这两首歌，谢谢大家。耶、yeah. ！大家好，我是 SNH48 Team H 的袁一琪，欢迎大家来看我们的公演。耶！袁一琪，谢谢。袁一琪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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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说到就是这辈子都不可能做的事情，就是跳蚊帐。好，就这样，谢谢。耶、yeah. ！会有真香吗？不会的。真的吗？对。无趣的女人。好了，春晚艾薇的魔法。Oh my little Luna。大家好，我是，等一下这个光好帅，我站远一点。大家好，我是 SNH48 TH2 的林楠，大家可以叫我 Luna。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们公演。耶、yeah.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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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说到这辈子最不可能做的事情，我觉得唱三分才会，唱爱拼才会赢吗？跳三七分吗？对对对，可能是这辈子不会做的事情。好像是有一个啊，我唱过了吗？我没唱过啊。你唱首歌？我唱过了。我们一直很想给你拍一个这个 MV。很安静，对，就。我看着你们唱过了吧，我好像没有，我没有唱过，我没有唱过，我没有唱过这一个。对，然后我觉得我这辈子还有一个不可能做的事情，就是我可能永远都听不懂上海话。我觉得上海话是弄得脑子瓦特了。对，上海就是天气很好的意思，对吧？啊？天气很好。这是你很漂亮的意思。真的吗？弄得脑子瓦特了。对，我就觉得瓦特是漂亮的意思吗？孙振俊好瓦特哦。你每天都很瓦特呢。对对，我觉得上海话真的好难啊，我感觉比我们那边什么潮汕话闽南语都难，完全听不懂。就是我好像学了什么你是农吗？对，小的法。那比如说袁一琪怎么说用上海话？港独于起是什么？啊、李于起港卵李于起啊？我给你们讲，走，我给你们讲那个什么、啊、是他们什么东西？他们教我的，是真的吗？我怎么感觉有点怪怪的？对，上海话，我觉得这辈子可能完全听不懂了，太难了，太难了，已经过了我的学习程度，希望以后能听得懂吧，就这样，谢谢。耶、yeah.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NH48 Team H 的王毅，谢谢大家在今天晚上来看我们公演，谢谢。耶、yeah. ！哎，就上。谢谢。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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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谢谢，谢谢，什么？这辈子不可能做的事情，我觉得我应该没有什么这辈子不可能做的事情，就这个话题有点无聊哎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。没有什么特别害怕或特别讨厌的事情吗？其实我也没有了。就是如果说就是最近因为跟蒋淑婷关系还不错嘛，然后就如果认识她之前我就知道她是这样的人的话，我觉得我这辈子都不爱跟她做朋友的。什么？但是。
但是没有办法，就是因为遇到他之前不是就是不了解吗？商业友谊我懂的，就我知道嘛，就是咱们就是是近就是相处了一段时间才发现对方的那什么，然后就发现有一点他有点就是怪怪的，有点奇葩，但是嘛就还是能接受的，我们讲述婷还是很可爱的是吧。好，谢谢王毅。谢谢。那我们就先让接下来的小伙伴讲吧。大家好，我是 SH48 Team H2 的沈梦瑶，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们的公演。乖，谢谢。谢谢。哇，作业都带过来了，谢谢。哇，谢谢。我写完了，谢谢。呸一遍。Rich chicken， 对，就是富贵的意思，大家知道了吗？478273701。对，然后我要讲 MC 了，就是因为我曾经说过我沈梦瑶这辈子都不会大光明的，然后真相，那我现在就说我沈静泽这辈子都不会再留刘海了，就是这样，谢谢大家。用温暖笑容治愈你的，用两米长腿跑进你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N48 Team H 的张欣，谢谢来看我们的公演。谢谢。我曾经在直播发誓我不吃玉子烧，对，然后后来就是虽然那五份到现在还没有吃，对，许王玉卓那天在直播的时候把我逼哭了，但是我还是没有吃那份玉子烧，对，因为之前那段时间在减肥嘛，然后之前我有说过我人生不会用稳定器，打死也不用，就算屏幕在抖，但是后来现在也用稳定器，对，其实我真相警告还蛮多的，对，那我可能之前有说过不会跳蹦蹦蹦，但现在已经跳了3次蹦蹦蹦，那么可能我觉得我应该不会去跳公主吧，因为我跳完公主真是真成非洲公主了，对，所以我觉得我应该不会去跳这首歌，对，就如无意外的话，对，因为不想当最黑的那个公主，对，那么就希望以后也不会跳这首歌，对，这是张馨丽的 flag， 我绝对不会跳。不要担心，还有那个嘉恩前辈啊，所以你不会是最黑的非洲公主，你们会是两个最黑的非洲公主，就到时候如果真的跳了，就两个画面切出来，看看哪个比较黑，是吧？因为那一天，昨天我去跳那个恰恰恰的时候，我回去看回放，有一个人特别过分，为什么我看到一件紫色衣服在飘？哎，我也没有这么黑，好不好？这是什么一个紫色衣服在飘？这位朋友，我注意到你了啊！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 SH48 Team H2 的小幻王希元，谢谢大家今晚来看 Team H2 头号新闻公演，谢谢。耶！谢谢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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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那我觉得我永远都不可能做的事情就是之前瑶瑶前辈说的，我也不可能掀刘海，但是我已经掀了两次了。然后这个再掀一次就不了吧。然后呢，然后还有就是不可能跳水手服和蚊帐的，但是因为水手服在千秋的之前已经跳过两次了，所以我觉得这个肯定会是真相预警。所以就是大家可以稍微期待一下我的文章，然后就这样，谢谢大家。那么请欣赏后面的小伙伴吧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 SNH48TeamH2 的熊庆贤熊喵，感谢大家在周四的晚上来看我们的公演，谢谢。谢谢。然后就是我觉得我不会做的事，就是我很早之前就说过，我觉得我不会喜欢就是喜欢女孩子，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很正直的人。但是不是没有说什么没有你们干什么了？就是我觉得待在这个地方就比较危险。对，我还没有放心，就你们还是就是比较安全的存在。没有了，就是不提这个，就反正是一个正直的人，没错了。然后还有的话就是因为我有洁癖嘛，我觉得我应该这辈子我不会吃类似于猪脑一样的那种东西，因为我觉得就是看起来就很恶心。猪脑多好吃啊，就放火锅里面就特别好吃啊，下次给你尝尝。不，哎，猪脑白白的怎么会？我觉得猪脑很好吃。对啊，长得像豆腐一样，怎么会恶心？不了，尝尝。谢谢你们的邀请，谢谢你们的邀请。你吃完就会真香的。我不了，我很害怕。我吃之前也是说绝对不吃的，后来就是后面尝了一下，就真香了。就对对，我居然在犹豫。我以后再说吧。对，我觉得应该不会，就是为了就这样的东西，就是让我的心灵受到创伤。对，就是这样的，谢谢。遇见珍妮，万事如意。大家好，我是 SNH48TeamH2 的孙珍妮，谢谢大家来看我们公演。谢谢，你昨天才来过，谢谢，没有。别说了，我知道你是瑜伽一粉丝。行了，我要说 MC 了。我是说，这种就是朝三暮四的，只有瑜伽一粉丝。我的粉丝都一心一意的。啊，我要说 MC 了。好，然后我觉得我一定不会做的事情就是跳探戈的男位。因为我觉得我这么文静。我不文静吗？我不文，你的意思是我不文静吗？对，你跳过吗？我昨天才跳的。啊，没有，我的意思就是我长得那么女性化。我长得不女性。你我身材那么好，不可以跳男位。啊，反正就不能跳。你说，啊，
你说好了吗？我说好了。啊，大家好，我是 SH48 Team H2 的七羽猪七七，谢谢大家来看我们公演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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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对啊，本来就是啊，不要，我很谦虚的，不需要你们夸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没有吧，有点眼熟哎，谢谢。我不知道是我太认真了还是什么，就是一看到这个话题，说这辈子都不可能做的事，我脑海里就是我不会吸毒啊，就想的这种，他们都想着会跳什么，我也啊，我这辈子都不会跳蹦蹦，对，我最喜欢，说到蹦蹦太可爱了，不适合我，但是蚊帐我也喜欢。然后说到这辈子，我跟你们就讲一个可怕的事儿，就是我小时候六七岁的时候，就是不是有家里面住顶楼吗？家长老是去那种顶楼晒被子啥的嘛，啊，然后那天我同学他爸买了一个望远镜，我们就在那玩，然后玩着玩着就看着，就是平时的窗户看得不够远，我们想就是到顶楼去看，因为看得更高更远嘛，然后就爬上去，然后当时我就在那里看。然后看的时候就觉得真的就像在眼前一样，那个就是景，然后我就一直往前走，然后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突然就想手就放下来，然后一放下来就再走一步我就掉下去了，真的就在七楼再走一步就掉下去了，可怕吧，超可怕哦，就上半辈子最可怕的事情就一直没老容易想起来，说到这辈子就想到这个事儿。好，请大家欣赏我们美丽的 UNIT 曲吧，谢谢。存在，好像天空，像雄心的。
着轻的脚步，习惯了动作小面，在夜色下分不清楚，会有一个小人好哭 Kiss kiss me， 你无法掩盖我的美，想要知道我是谁继续追，别说我给你机会 Kiss kiss kiss， 可以留下的香味会是谁，这是我智慧的换上神秘的制服，迷惑你对我的关注，认真的样子很酷 Kiss kiss me， 你无法掩盖我的美，想要知道我是谁继续追，别说能给你机会 Kiss kiss kiss， 可以留下的香味会是谁，这是我智慧的魔法，
月到不过我也差点三月。障碍如何台阶
而行，都因为无你本性。来，是我把一切都炸开，不要总说不来，我只是喜欢精彩，谁要保护你退离要好慢，别总是一直一待，人生要保持愉快，你紧张风波山峰我放开，比较前千千万万，我的爱痛痛快快，这样放松自在才更是毫无遮掩耀眼的存在。
哎，那么刚刚看完这么精彩的 UNI 曲，精彩吗？精彩。今天的 MC 话题是，看过什么最恐怖的恐怖电影？哦，什么恐怖电影？对，恐怖电影。其实我看过很多恐怖电影，对，但其实我觉得恐怖电影都不是很恐怖。看了很多恐怖电影。对，就是，其实我就比较喜欢看漫画。你还喜欢看漫画？就是恐怖的漫画，就是你是说柯南吗？伊藤润二是吗？伊藤润二，哎，他最近就是那个，我觉得对我特别喜欢富江。我最近也在看哎。对，因为富江真的很好看，对，虽然说他每次都被分尸，但真的好惨啊，这个女孩子。对，然后你呢？我不看恐怖片儿，每次他们在我房间，那你跟我们一起看的时候，我都睡着了。就每次看的时候，你是怎么做到睡着的？就是他们都在很认真看嘛，然后就大概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，就人他们都不在我房间了，就睡过去了。我都上次谁啊？于佳怡、洪佩云，然后。就是他们几个都在我们房间看恐怖片，大家都看得很认真，然后我就在学校的床上睡过去了。对，每次张欣都能就安稳的睡过去。嗯，你呢？是的，我就我刚刚说的，最近我在看伊藤润二的那个什么精选集，他出那个出动画。对，我也在看，对吧？我也在看，但是我觉得动画不够血腥。对对对，没有他那么恶心，就是没有漫画那么恶心。就是你们看过《阔鱼少女》吗？就是那一篇。哎呀，我看过。哇，真的太恶心了，就他嘴巴里面会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然后最后只剩下一个头，然后在那个浴缸里面，真的是。我今天来的车上这个我在看。啊，你也在看啊？我昨天就看完了，真是的。真的假的？嗯。好，那熊一贤呢？我跟阿星一样看也比较少，然后记得应该比较久见看应该就是寂静岭吧。就应该算是比较经典的，然后不是寂静岭还有游戏啊小说啊什么这些。对，那你有看过那个韩国那个 B-Boss 的鬼吗？这什么东西看起来像昆池岩？对，昆池岩，然后那个鬼就会这个对哦，我下次注意一下，感觉像巫师。哎，你上次不是学了一次吗？你来一遍。我没有啊。你上次不是学的可嗨吗？我没有。有。不，这种东西太丑了，不能在台上表演。你可以这样子捂住半边嘴。然后，其实我还看过一个电影，我想起来了，就是那个《闪灵》，你知道吗？啊，《闪灵》。哦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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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《闪灵》也是，《闪灵》是我近三个月来看过最好看的。我也觉得。对。这个我没有睡着，这个。对。然后像我觉得那种恐怖电影，就讲木偶的也特别恐怖。哦，其实小丑也很恐怖，就小朋友一个人那种，对对对，就是那个娃娃在动。像我小时候，就是我妈给我买那种玩偶，我都很拒绝，就看到了就一抽一抽的那种人偶，我就很吓人。真的假的？以前我小时候都买那种，你没有玩过吗？那种，叫什么来着？叫什么机动战士？对，然后还有一点挺恐怖的，就是。就说着 MC 挺恐怖的，说说等下又关灯了。这个灯一直没有亮，挺恐怖的。就我很少来这个 MC。我也是，对，你们是常客吗？没有没有，都是比较少来。哎，像我这样又想到一个电影，就是我小时候看那个叫什么，跟我妈妈一起看的，叫《白皮》，你们看过吗？白皮，我只看过画皮。哎，我知道黑皮是什么东西。不是，但是你看过吗？啊，黑皮，看过啊，就那个就是，其实具体内容我已经不太记得，我就记得就是有一个人喜欢赌，就是打麻将，然后每次都输白皮。后来他妻子在生小孩，后来他赶到医院里去，然后医院门一开，然后所有人都逃出去了，然后就觉得很疑惑。他进那个医院，发现自己生了好，他的老婆生了好多个孩子，就是没有脸的。就是一张白，哎呦，就是白皮，就没有脸的，很恐怖。好想看哦，是吧？但是已经很久以前的故事了，我已经不太记得了。那是挺吓人的。好捧场啊，你们。好。对，然后就灯亮了。对，还有一个鬼故事也很好看，就是黑猫。对，请大家。对的，对的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
总是惊扰我的梦，别怪伦敦三月的风，鲜红血红猩红藏在最亲密的口舌之中，一本庸人心就骚动，心像裂缝，就像火种点燃惶恐，表演着关心你的面容，掩饰不留痕的刀锋，所有甜言蜜语就像利爪藏进指缝之中，是谁在逼我不宽容，所谓人心深渊万种，谁比谁懂。 Oh baby 放心放心放心，我和你一条心，千万别恐惧 baby， 把心交给了你，和你和你和你绝对没有秘密，那坚韧只是道具，别在意，对你对你对你绝对没有野心，不小心露出怀疑只是安排剧情，身后依稀还是刀光剑影，在梦里常对我耳语，他在人后怎么看你，怎么说你。 Oh baby 放心放心放心，我和你一条心，千万别恐惧 baby， 把心交给了你，和你和你和你绝对没有秘密，那坚韧只是道具，别在意，对你对你对你绝对没有野心，不小心露出怀疑只是安排剧情，和你和你和你绝对没有秘密，那只黑猫只是你。受够，别对我说你知道错，不说你就只说别说。
什么问题都要回答，当然啦。这个，那么哎，感觉这个问题谁很会玩呢？我觉得戚雨珠应该挺会玩吧，对吧？我，对啊，我会这个。你问嘛，你挑一个问，给你来。我不敢。没事，不敢，我不敢、啊、保你，挑你敢的，你保有啥用？你说话最没地位。你怎么会不敢呢？真是的，挑你敢的，还有你不敢的吗？熊清贤，我是你爸爸。当然了，回去给我洗脚。妈妈，说当然了，当然，重新回去给我洗脚。当然了。乖，回去陪我睡个觉。哦，当然了。好，玩得很好啊，很乖，没有输。来，你对着金妮公主说吧。下不了手。哎呀，没关系。说吧。你最可爱。当然了。好会说。没有你来。回去给我洗脚。啊！看，我就说我不敢。你除了洗脚，你能不能洗些其他？我们不洗脚，我们洗点别的。回去带你洗澡。好。继续啊！哎，那我问他吧。哎呀，我要问你什么呢？认真点问啊！
阿欣回去给我洗脚。我的脚一定是你是这么想洗脚吗？ 我给你推荐一个足浴店吧，你去里面待会。我给你买个桶好吗？回来给你敷。不是，你的脚一定洗脱。啊，我要说，我喜欢。你等一下，我来说了。你一定不是钢铁直女。当然啦。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加油，张鑫，问出你心里想问的问题。干嘛关我麦？瑶瑶，回去给我洗脚。你别洗了，你脚都没了。瑶瑶，你是问我不呸，我只你是刚。你是吗？没事，我妈都知道的。瑶瑶，你是这个的吗？当然了。我游戏嘛。对，玩游戏嘛。来，你问。我有点懵。王爷。啊、王爷、哦，我不跟你洗脚，我不跟你洗脚，不洗了，不洗了啊！不洗了，不洗了，有你们四个够了啊！你是我的猫吗？当然啦，那你叫喵喵。哎，然后你这样反问过来，瑶瑶，你喜欢我吗？当然啦。啊，好的，我满足了。阿欣，哎，你喜欢我吗？当然了，来抱一个，侄女之间的拥抱。孙珍妮啊，我们可是有关系的，母女关系。你喜欢我吗？当然了，这是禁忌的。不行的。我回去想用核桃洗脚，核桃放在桶里洗。当然了，没问题，都给你播，首播哈。你能给他洗脚吗？我帮你问。你已经没有脚可以就是被我们洗了，对吗？没有啊。哦，当然了。太可怜了，少女偶像的脚。陈继贤，你喜欢我吗？喜欢，对吧？你愿意为我去吃屎吗？快说说，我要亲。下去吧，下去吧。快说，你愿意吗？愿意吗？场面一度。什么东西啊？什么东西啊？嗨，你愿意吗？毛毛有说过这个是。什么东西啊？没有。你愿意吗？什么什么东西？没什么，你愿意吗？那什么？没听清。你愿意为了我洗脚吗？真的是老。当然。好。我不听。没劲啊，这人。我也觉得。对。还有吗？哦，亮了。那我们请下一组好朋友上来，好不好？好朋友。耶！没有脚了。
这个游戏好无聊哦。换着什么？换着什么呢？你们怎么看？换着什么呢？怎么看？是当然了还是掰手腕？当然了。那就当然了。那就当然了。好吧，那也行啊。对啊，那当然了。我想看你们玩当然。没事，你跟我们一起啊。对，我感觉。那我们从谁开始呢？我不会玩，我不会玩，你做个示范吧，怎么的？我做个示范是吗？就是我说什么话，一定就是，就你要说当然了，对，好吗？就不管我说什么，你都要说当然了。好，你先会了吗？那你先吗？你先吧，你非得我先是吗？对，我。那就你们俩吧。我只是转头转的累了，没有什么恶意，好吧，你们俩开始吧。那你说吧，你说吧。我说是吗？真的是谁说？谁说都可以，只要是你们两个就可以。算了，我说吧，这样我就可以。那你说，你喜欢我吗？没有什么好问的，刻薄一点，男友是真的吧？
是真的吗？当然了，当然了。好的，好的。飞猪是真的吧？没有关系啊，当然了。你爱我吗？这个 MC 不需要我们三个的存在，我们消失，他们俩 battle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哇，我鸡皮疙瘩！快点啊，回答他，回答他！蒋日婷脸红了。空拍梦中的婚礼播一下，那种梦中的婚礼什么的那种 BGM。梦中的婚礼。快回答呀！当然了。哦。谢谢你。我可以。甜甜甜。他刚说甜甜了。甜甜甜。回来吧，回来吧。罢了罢了罢了。快亲一个吧，我们，那么我们就，欣赏下面的，亲一个吧，快点欣赏，那我们就亲一个吧，我们欣赏下面一首曲子吧，夜之中言耶。
现在请大家欣赏我们最后一首歌 Honor， 我倒数第二首歌 Honor。Oh,
就算前方的路看不清，跟着你的影子就能前行。闭上双眼，画面都是你。只喜欢你，爱让我更加坚定，等下一轮潮汐拉近我们的距离。三二。